俯瞰汉江和它怀抱中的神奇山川、广袤大地，古城如同一颗碧绿的明珠镶嵌其中。千百年间，汉水为这片土地带来沃野与城郭，也塑造着这座城市水一般的性格和特质。古色古香的明清老街。 诉说着往昔如梦的繁华。古戏台上吟唱不息的琴音楚韵，上演着古老艺术的生生不息。丝丝空心的石花魁面，承载着古城人劳动与智慧的结晶。 古城位于湖北省西北部，是一座远水而兴的城市，境内拥有包括汉江在内的107条河流，历经数千年的激荡与交融，汉江航运让古城成为南船北马的交通枢纽，也为这座鄂北小城带来特有的包容、丰富与多元。 古山位于古城县城西北部，这座古老的石山被当地人称为古城的祖山。同面前缓缓流过的汉江一起，见证了古城早期的文明印记。春秋记载，桓公7年夏，古伯随来朝，这里所说的古伯就是古国的国君嬴随。 古国留下的痕迹寥寥，凭借古籍中的只言片语，仍可追寻这一古老诸侯国的踪迹。《水经注》记载：“沔水东进古城南，而不径其东矣，城在古城山上，春秋古伯随之邑也。”沔水即汉江，公元前11世纪。 周封嬴姓为古伯，都城建于古山下，名为古国，与角国、邓国等多个诸侯小国在这片土地并存，直到公元前689年至公元前675年，这些国家陆续被楚国吞并。 这件出土于湖北古城县庙滩镇的邓子孙白鼎，形体以长口和蹄足为特点，器内壁铸有五字铭文“邓子孙白用”，为人们揭开了这件青铜器的身世秘密。这件邓子孙白鼎出土于古城县一长方形土坑数穴墓，它身上融合了当时的南北文化，比如形制上。 竹细高而外撇，以及下腹部的垂铃纹，都是处室顶的风格。上腹部的回纹，则是庄严大气的中原风格。这本修订于青铜治年间的古城县志，是这里现存最古老的县志，它记录着古城千百年间的历史沿革。公元前223年。 秦灭楚国，后因地在注水之北，将这里定名为注阳县，属南阳郡管辖。隋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因为这里曾有古国，因此改为古城县，古城县之名由此而始。汉江以水之力沟通南北，融汇四方。
明清时期，古城因汉江水系的航运成为商贸重镇，全境形成了一城八镇、十五个码头、27个普通集镇的商业网络。繁盛的商贸成为古城历史中格外醒目的篇章。位于古城县南河镇的南河码头，整齐排列的游船每天往来不息，为游客提供游江服务。明清时期，这里曾是古城繁忙的货运码头之一，伴随着南来北往的舟楫，各地文化在此交融汇聚，积淀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历史记忆。熊明秀是湖北文理学院政史系的副教授，此次受到当地政府邀请，对古城的古建筑遗存和历史背景进行调查与梳理，并制定相应的文化档案和修缮方案。熊明秀所在的这条老街，是最能体现古城传统韵味的地方。明清时期，因汉江航运的兴盛，在距离南河码头与县城城门之间将近2000米的距离，形成一片繁华的商业街区，商铺会馆、茶铺戏房，热闹从早到晚。古城老街随着时光流逝，已渐无昔日的神采。为了更好地了解老街的原始样貌和建筑细节，熊明秀邀请古城摄影家协会的宋申发一起对老街进行调研考察。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他不间断地给古城的建筑留影，记录这座小城的历史。我们现在所站的位置是属于是总码头老街，这是我九十年代造的一个这个老院子。现在这些东西呢，大部分呢都年代久远了，有的是都塌掉了。一行人所在的建筑名叫三神殿，位于古城老街西北部，是一座三进两天井的徽派木构建筑，并兼具北方四合院建筑形制规整、中心对称的特点，集南北建筑文化于一体。独具特色的建筑风格引起了熊明秀进一步考察的兴趣。他在三神庙戏楼脊檩上发现一排楷书撰写的“皇清道光23年，各省四民同建”的题跋。各省四民是指全国各省四农工商四大阶层的人民，三神殿是南来北往的四大阶层的人民共同捐资修建的。商贸的繁荣让古城成为万商云集、四方杂处之地。为了进一步寻找古城建筑中蕴藏的文化密码，熊明秀一行来到位于慈河镇的承恩寺。这座气势恢宏的佛教禅院楼宇临近道教名山武当山，因此随处可见道教文化的身影。承恩寺始建于隋大业年间，经过历代修缮，现有大雄宝殿、天王殿、钟楼等殿宇106间。这座钟楼是承恩寺的重要景观，精巧的结构让这座木质建筑足以承重一个近万斤的古铜大钟。大钟高2.3米，口径1.57米。为明成化11年（公元1475年），明宪宗下诏铸钟。你看这钟身啊，刻满了梵文，但是在它的底部呢，又刻的有阴阳八卦，说明这个地方是佛道二教
和谐共生的地方，也说明古城就是具有非常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古老的建筑维系着这座城市的记忆，对这些珍贵遗产的保护和挖掘很快成为系统的政府工程，以熊明秀为代表的咨询专家组开始运转起来。他们把修缮维护古建的首要目标区锁定在了古城老街。朱老师您好。您好。我这有两张图片您看一下，在我们修复古建筑时需要用到大量的这个窗花。周银山是古城木雕传承人，此次受到熊明秀的邀请，担负起了老街古建筑木雕修复的任务。照片中的图案是老街建筑的传统门窗样式。在周银山手中，这个木雕即将被完美复刻，完成时间逆转、光彩重现的历程。除此之外，咨询专家组计划引入机器雕刻，对古建筑门窗、屋脊、梁柱上的大量木雕进行批量制作。不久后的老街建筑将重现昔日风采。百年日月轮换，古城人保护文化遗产的脚步从未停歇。在过去与未来的对视中，他们创造着也继承着，让古老的建筑再次以崭新的风姿屹立于汉江之畔。在古城县大谢山地区有两个村庄，分别叫苏区村和红军村。每当村中的老人们说起一支红色游击队故事的时候，一段悲壮历史的红色画卷便在青葱连绵的大谢山徐徐展开。涮鱼是湖北省作家协会的作家，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国庆即将到来之际，他接到古城县政府的委托，为家乡创作一本红色故事集。风云激荡的年代里，无数革命先辈前仆后继投身革命，为了搜集这些英雄的生平事迹，涮鱼开始一一走访。涮鱼来到位于磁河镇的李亚生烈士纪念馆，这里记录了这位年仅27岁的烈士短暂而不平凡的一生。李亚生参加南昌起义后，1928年春奉命回到家乡古城，担任县委书记，领导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运动，为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930年，李亚生在武昌不幸被捕，英勇就义，留下了流传千古的悔过书。子弹上膛何所惧，刺刀闪闪心不惊，吾为民族坐牢房，死而不悔为革命。革命志士播下的星星之火，以燎原之势在古城发展壮大。这里是古城县档案馆，涮鱼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找到一份特殊的名单。1980年，他在南河村一户村民家的墙缝中被发现。第3期的第4箱这个名册里，民国20年，它这有4个部分，这个平农坛花名册、农工会名册是吧？红色常备队名册、预备队名册。位于古城县西南35千米的大谢山。一幕幕风起云涌的红色过往曾在这里上演。为了将历史更清晰直观地呈现出来，涮鱼准备在红色故事集中增加插画的元素。为此，他邀请古城县书画协会的石玉祥一行来到谢山写生。
我现在呢，就是需要这个一个就是我们古城县最爱政府旧址，再一个呢就是需要一个核能率领红三军在海山竖起的地方。一行人所在的这座建筑也被称作贺龙司令部。1931年5月，时任红三军军长的贺龙率军转战古城，配合谢山游击队开辟了以谢山为中心的方圆百余里的红色游击区。同年8月，古城县委决定将谢山游击队正式改编为谢山红军游击队，并在谢山南坡竖起贴有镰刀斧头和中国红军四个大字的旗帜。为了找到更多谢山红军游击队的蛛丝马迹，率余一行人来到位于南河镇苏区村的革命历史陈列馆。在这里，一把锈迹斑驳的军刀静默地诉说着一场惨烈而悲壮的战役。1931年11月，谢山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慌，敌人以10倍以上的兵力攻打谢山，谢山红军游击队战士大部分战死，剩余部分被冲散。这场战役很惨烈，当时有很多战士弹尽粮绝，却坚决不投降，只能用军刀杀出一条血路。这把军刀就是爷爷突围时使用过的。不足千人的游击队用生命和坚毅不屈的精神，在那个风雷激荡的年代里书写了壮烈的诗篇。为了加快创作进度，古城县政府邀请了数位熟悉当地红色历史的民间学者共同参与创作。一本名为《祝阳烽火》的红色故事集终于在国庆节之前顺利出版。同学们好，今天我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古城县大谢山红军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故事。这里是古城县慈河镇的亚生中学，一场特殊的读书分享会正在这里开展。率余将这本记录古城红色烽烟过往的书籍赠给学生们，他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将老一辈的星火精神深深根植于当代青年的心中。深秋的大谢山层林尽染，正如那年的革命之火在寥寥长风中燃烧得愈发炽热，愈发浓烈。位于古城老街的古戏台近几年开始变得热闹起来，湖北乐调开始在这个舞台定期上演。然而在人们津津乐道的同时，却鲜有人知道这个古老剧种背后的跌宕和兴衰。明清时期，秦腔随着汉江传到襄阳地区，外来的秦音与本地的楚歌杂交孕育，催生了湖北乐调这种独具魅力的艺术形式。湖北乐调以襄阳四声调植于唱腔念白之中，演唱以本音报字假嗓形腔为特点，颇具秦风楚韵的特色。李春阁是古城县文化馆馆长，多年来他致力于将湖北乐调这门古老的地方戏曲重新搬上舞台。过去古城一带戏班众多，剧目丰富，湖北乐调以古老雅拙原声高腔而享誉秦头楚尾，风靡一时。过去古城襄阳一带戏班非常多，有同春班、太和班、洪顺班等等，
每到重要节日，很多戏班不仅在本地演出，更沿着汉水到达汉口，潼关等地进行献艺。1939年，日本侵华的战火烧到襄阳，老河口顺发戏院被炸毁，最后一个职业乐调戏班被迫解散。然而，就在这门古老艺术即将灭绝的关键时刻，智慧的民间艺人以另一种形式顽强地保留着湖北乐调的火种。2007年，李春阁着手乐调大戏的恢复工作，但当时唱过大戏的职业乐调艺人大多已经辞世，李春阁的工作一时进展缓慢。直到2008年，他在古城老街找到一位皮影戏老艺人叶祥成，这让李春阁重燃恢复乐调的希望。战乱年代，艺人们将乐调大戏转为皮影小戏，皮影戏保留了乐调部分剧目、音乐和表演，为多年后乐调大戏的恢复保留了一线希望。众将官，引发主旋阵。今年88岁的叶祥成出身乐调世家，多年来坚持用乐调演皮影戏。找到叶祥成以后，李春阁立刻拜师学艺，并对湖北乐调的唱腔进行采访、录像和归档整理。守护古老乐调的衣钵在两代人手中完成交接。等一下，我们把我们的新排的节目在这儿演练一下，好，注意我们的表演表情，好吧？才带带光狼。学习唱腔只是第一步，将乐调大戏重新搬上舞台，才能使其真正恢复生命力。这部传统剧目《打金枝》就是李春阁重点恢复的大戏之一。它讲述的是唐朝驸马醉打公主、唐皇明事理、顾大局、劝恤择女的故事。剧中包含乐调多个行当，唱腔尽显个性。我们那个湖北乐调啊，非常有特色，女生唱的，它有个鸟音，还有虎音呐、啊，虎音就高亢、明亮。然而，想要复原一台大戏，除了唱腔以外，还要对身段、乐器、服装、脸谱等元素进行仔细核查。为此，李春阁反复观看乐调皮影的影像资料，揣摩湖北乐调的表演特点。经过3个月的筹备与排练，传统乐调剧目《打金枝》正式亮相，这个被遗忘半个多世纪的珍贵剧目再一次焕发生机，重新回到了古城人的生活之中。岁月的沧桑无法淹没古戏台上的锣鼓喧嚣与低吟浅唱，虽然曾经的雕梁画栋已然斑驳，古老的乐调却以顽强的生命力演绎着一出永不谢幕的长剧。作为村宴的寿面，我家里老人过大寿嘛，想定制一批面嘛，要40斤。要40斤，没问题。过生日吃长寿面的风俗由来已久，有一个说法是面的形状长而瘦，因而寓意长寿。细长空心的葵面成为古城人寿宴上极受欢迎的食物。为了让葵面的品质达到最佳，
林永云特意去麦农家采购新鲜的红皮小麦，这种小麦蛋白质含量较高，质地坚硬，做出来的面条口感筋道，耐煮不烂，是制作空心葵面的最佳原料。今天面子不错啊，红皮面子呢，做面呢都是吐出来面粉筋道。正值九月，古城的天气还很湿热，由于制作葵面要求低温干燥，担心在寿宴之前无法等到合适的天气，林永云开始焦急起来。做面呢，这都是从河面到上岸子，需要三次洗面。天气要如果要是干燥，这做面是最好的。终于在一场秋雨过后，天气开始转凉。为了抓紧时间完成40斤面的任务，林永云带领徒弟一起上阵，分工制作。水和盐按精确的比例溶解后，加入面粉。经过反复揉压，面团变得弹力十足。醒好后的面团内含丰富气泡，这就是造成面条空心的原因之一。面团醒好后进行搓条盘面，盘好面条后再进行二次发酵。炸的时候手是这儿的，手法是这儿，垂直型的。你开始来的没打红花之前呢，你手可以这儿的炸。21岁的胡传磊不久前跟舅舅林永云学习这门手艺，为了让空心面技艺传承下去，林永云打破过去传内不传外的规矩。天还未亮，林永云一家早早起来开始绕面，把两根竹签固定好，将盘好的面均匀交叉地缠绕在竹签上，这是决定面条能否一抻成型的关键一步。一对竹签要缠2公斤的面，刚刚开始学习的胡传磊耐力与专注力不足，师傅林永云亲自上阵示范正确的绕面技巧。你过面的时候啊，这个手的力度要均匀，你摸的是你像一十斤一十什么之后切出来这个分线啊，过来切面啊，那都容易打。清晨阳光正好，绕好的面条准备开始晾晒，将一根竹签固定在晾面杆上，均匀地拉扯另一端，面的柔韧与手的力度配合得恰到好处，霎时间银丝倾泻。经过阳光的塑造，葵面开始变得硬而脆，用特制的工具切成20厘米左右，刀切过的横断面，不足毫米粗细的横断面中间仍可看出微小的孔隙。堰河村的小院里，王家学正在为父亲准备寿宴。石花空心葵面煮不糊汤，丝丝滑嫩，用来做清汤面最能展现原本风味。古城特有的赵湾香菇是葵面的最佳搭档，这种香菇生长在鄂西北深山，营养丰富，容易消化吸收。切片以后，在沸水中烫熟，加入面中。鸡汤小火慢炖，金黄的汤汁淋入碗中，食材原本的风味被完整的保留下来。老爷子，今天你生日啊，祝你长命百岁啊！谢谢谢谢。长寿面是今天宴席的主食，虽然没有精致的卖相，却丝毫不妨碍客人们对这碗汤面的喜爱。看似简单的清汤面条，蕴含着古城人对滋味与亲情的深切感触，更承载着手艺人秉持百年的信仰。朴素却坚定有力。
南河是汉江二级支流，在古城县庙滩镇注入汉江。蒋大军正在监测水箱的温度。这种体型硕大的鱼名叫中华鲟，曾广泛生长于南河流域。然而在几年前，这里一度因为生态环境的恶化而使鱼虾绝迹。这些资料记录了30多年来南江生态环境的变化。古城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矿石的开采、冶金企业的发展，大量工业废料废水排进汉江流域，创造了经济效益的古城，同时也付出了生态恶化的代价。面对渐渐失去活力的母亲河，古城人开始反思自己，逐渐探索出一条生态与效益兼容的发展新路。这里是古城县循环经济产业园，这座面积6000平方米的园区内有回收企业76家，回收网点327家。厂区外，各个回收站点的货车往来不绝，将废旧金属、塑料、电池等送往各个废料处理中心。刘彦兵是循环产业园的工程师，正在处理近一个星期回收的废电池。铅酸蓄电池每年报废数量巨大，电池中含有铅、锑、硫酸，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污染，而其中的铅、铝、塑料又是宝贵的再生资源。手称手称，哪里呀？刘彦兵正在使用的是古城县自主研发的低温连续熔炼技术，将废铅酸蓄电池机械破碎后，在400摄氏度下进行低温连续熔炼，减少了铅在冶炼过程中的高温挥发，使铅的回收率达98.5%。我们自主研发了负氧侧吹低温连续熔炼技术，废水废气的排放下降60%。废铅酸蓄电池的价值在这里被发挥到极致，提炼出的铅、锑、铜等金属成分，经过深加工后制成铅合金，回供给循环产业园内的蓄电池生产企业。目前，古城产业园已形成铅、铝、钢铁、塑料等再生资源的循环利用，并大力发展蓄电池生产、汽车零部件锻造、新型建材等相关产业，形成从废料到产品的闭合循环。绿色循环经济的发展改善了古城河流面貌，古城再次发力，一向以治理汉江湿地为主题的城市工程的开展，让古城人重拾关于清澈河流的记忆。北河橡胶坝工程进入收尾阶段，工程师程传明正对水坝进行最后的复核与评价。北河是汉江的支流，原本在流入南江河后再汇入汉江。1974年，北河沿岸百姓为了提高耕地面积，开挖了一条直接流入汉江的新河道，导致北河对汉江湿地的调节功能减弱，汉江湿地大面积缩减。近年来，古城县计划通过修闸分流的方式构建全新的湿地生态系统。这座橡胶坝静态蓄水量约600万立方米，开通以后将恢复北河故道引流，汇入南河后再入汉江，实现湿地水体自然流动和分级净化，解决汉江湿地淤塞和污染的难题。通过一系列的治理，一片生机盎然的汉江湿地重现在人们眼前。近些年，古城县投入大量资金营造湿地生态景观，
如今的汉江国家湿地公园拥有生态林地600多万平方米，滩涂湿地近1000万平方米，优越的生态环境吸引了更多的野生鸟类来此栖息，其中包括被列入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的鸟类6种。沙鸥翔集，水草丰美的汉江湿地公园成为人们休闲旅游的绝佳去处。千百年来，汉江石古城通达南北，繁荣兴盛。今天，古城人用智慧耕耘和搭建着属于他们，也属于这个时代的绿色家园。河流如同古城的经络与血管，支撑着人们对家乡的认知和情感，也将南北文化汇聚于此，造就了古城厚重沧桑的气度和飘逸清丽的风采。千百年来，汉江边千帆竞渡，老街里商旅云集，戏台上管弦悠扬，其声不绝以至千年。今天的古城再一次因绿色循环经济的发展屹立潮头，实现从过去到未来的激情跨越。吐纳秦风楚韵，汇聚千年文明，大河之畔激情澎湃的古城正激荡起奔涌的浪花，以开拓奋进的姿态去开启崭新的天地。